玩。今天的这个主题呢，是让我有一点紧张、害羞。开心吧？怎么说？到底是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啊。很多鲜肉是吗？这一集我妈看了，不知道会有怎么想。是不是有点太胖？好，那接下来你有想看哪一个？一号。一号。Daniel。Daniel A B C。跟我想象的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以为他是一个那种很稳重的人呢、啊，结果他进来，他的屁股跳舞，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有人对我否认他的身材真的不错，有有，他看起来是有练的，这一辈子我第一次出体验，出体验，来哦，三号来了。有练身体，有一点重训吗？一号是你，有练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就是有，我喜欢会运动的男生。一二，Happy Birthday！那你愿意猜一下二号是谁吗？是都认识的吗？我觉得他是中华，中华是真的这么好？你是不是中华？我们的成绩真的是越来越好，然后第二个世界和平，疫情赶快消失。就第二个的话，当然是希望是疫情赶快结束。然后，因为我毕竟很久没有回去日本嘛，对啊，就是疫情稳定，我才能可以见我的家人啊。好，第三个我就不说了。希望你的鲜肉等一下进来。